这个是第一间房，有两张床，只有一个镜子。这个是第二间房，我们有三张床，这个是 queen size， 这个是 single size， 然后我们有一个厨，一个镜子，这边的环境比较好啦。然后它因为它有厕所，然后外面的厕所呢，每个人都可以用。 就是我们的厨房有的洗碗，有的吃，有可以，有的煮东西，有。还在看什么？我特别大喊那个房间吗？哇！你刚刚又看错了。他的眼神啊！哇！什么？我的 focus 是什么脸？今天我已经。 Thank you.
sana,